好，下面请欣赏相声《好好学习》，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啊，嚯，可了不得了啊！递纸条的，哦，您帮我带过来吧。嗯，谢谢。哎，嗯，哎呦，嗯，嗯，人让咱们瞧瞧，那咱瞧瞧吧。可是咱俩不认字儿，我这带着字典呢。哦，嘿，嘿，像郭德纲同学特受誉，帅郭称号，嗯，谢谢吧。什么呀？哎呀，那个，这不像话呀！您这，好吧，好吧，我再念一个啊。啊，像于谦同学特授予“龌龊鱼”称号。啊，蒙鱼啊，蒙鱼，给您送花的来了，于老师。哦，谢谢，可了不得了啊！谢谢，谢谢。哎呀，这个人是非得娶了咱俩算拉倒啊！谢谢，谢谢啊！老这么花钱，无以为报。嗯。这个条件一般，水平也有限，难得各位这么支持，这么鼓励，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一是好好的说相声，嗯，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嗯，刚才这段叫造厨，没错，说句良心话，也就是这个人敢这么说。哦，造厨是传统相声里边的代表作品，嗯嗯，好像我们流传的不是特别广远，嗯，因为它需要演员有高超的叙述能力，深厚的功底啊，要不然观众听不了。哎，这俩人一个叫郑好，一个叫侯震。是站桌子里边这个叫侯震，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对，哎，相声世家，哎，外边这个是我师弟，嗯，正好，没错，东北相声名家王志涛先生的高足，嗯，听这名你就知道这是艺名，正好啊，正好，哦，本名叫喜定，哎，喜欢的喜，哦，哎，安定的定，啊，哦，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名字，嗯。因为那会儿家里边没孩子没儿子，嗯，哎呀，生一胖小子，他父亲开心了，嗯，家里这喜事儿算是定下来了，哎，吃了定心丸，哎，叫喜定，嗯，是，但是后来结婚之后这个名字也带来很多的不便。这有什么不便呢？有时候他正好的媳妇一回家一进门正好不在家，嗯，哦，老公爹在家呢，啊，公公老爷子啊，喜定呢，哎呵，不像话，老头听见都假装没听见啊，哎，没法接话儿。儿媳妇还问呢，啊，那是老爷子，啊，正喜定呢。哎，这个，让儿媳妇看见了。哎，什么话这叫？多新鲜呢，非问辞是都不可。嗯，后来就改了个名，艺名叫正好。哎，对，挺好啊。是，嗯，让他们两个人稍微休息一会儿。是啊，我们哥俩跟您接着聊。哎，每次一上场啊，都觉得对不起各位。嗯，买了票了。而您花钱，而且观众们还送花，是又花钱。嗯，我在北展这儿演这么些年，你知道门口好几家卖花的都供着我的神像。哎呀，拿您当祖师爷了啊！这玩意儿互惠互利吧。哎，谁呀？让各位破费，实在是不好意思。嗯啊，不过各位呢，也说明您是真喜欢相声。是啊，这个东西不是拿枪逼着去听相声去，嗯，没有。哎。发自内心愿意听人家才来呢，自己来的嘛。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嗯，我们是爱说相声。嗯，要说不爱说相声，天天跟这儿也盯不下来。是啊，当然这是工作。嗯，工作之后也有各自的爱好。那当然，比如我看看书啊，写个字啊。哦，比如于老师回自己的马场是吧？玩一玩。哼，这话得赶紧接上，你知道吗？反正你很过分。哎，谁很过分？他有条件啊，嗯。刚才咱们也介绍了啊。是。种花啊，养鸟啊，嗯，哎，什么小动物啊，喝点酒啊，唱唱歌什么的，这就爱好。嗯，还唱歌？啊，他跟我不一样，我爱唱戏，他爱唱歌。哦，不一样。啊，我没事看戏，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戏院，嗯，看看戏啊。哎，他没事是各大歌厅啊。我净逛歌厅，那能唱歌去啊？哦，练去。都认识北京城大小歌厅，谁不认识于谦啊？我老去，推门就进。哎，来俩，嗯，来俩，过十八的不要。什么呀？这是果盘过十八块钱的不要。你以为呢？我以为啤酒呢。要不然就说茶蜜了吧？哎，这不一样了，不是？多危险呐！嗯，我也觉得后怕。
是吗？嗯嗯，但是唱的确实是真好。啊，不敢。我有时候爱听他唱，有时候在后台没事来一个。啊，嗯。别着急，别着急啊！今天演出结束之前，我一定会让于老师给大伙儿唱两句的。他得酝酿，他这个人唱歌慢热。是。哎，劲头上来拦不住。嗯。在后台有时就是演出结束了。嗯。到后台归置东西该走了，他那儿高兴了。唱。哎，在那菊花盛开的地方，在那菊花盛开的地方。对。嗯，有我可爱的家乡。哎啊，还嗯呢？我住裤衩里是怎么？胡给人改词儿，您这么大岁数？废话，您唱错了。我不懂，我不会吗？不会，您单唱那唱对吧？还是您会唱，唱的也好。啊，发音吐字都很讲究。嗯，很好的利用自己的盆腔共鸣啊。盆腔共鸣，那我这放屁呢，合着。哎呀。废话，唱歌有盆腔共鸣的吗？人唱歌都是嘛，共鸣嘛，盆腔共鸣嘛。我没听说过，唱歌共鸣，胸腔共鸣，头腔共鸣，没有盆腔共鸣啊？没有。我说你唱歌挺骚气的呢。哎，对，用不着那儿。没有啊？没有。唱的确实是好啊，嗯，不过咱实话实说啊，嗯，咱俩这个岁数在台上一定要注意，嘴里得有把门的。那当然，是不是？我们俩差不了太多。嗯，他今年43了，对，我都31了啊，所以说我们两个，嗯，先等会儿。您多大？别闹！谁跟你闹了？不是问清楚了吧？您我曾经31过，嗯，曾经31。嗯，你看我现在多大？您啊，您也就是40上下。嗯，没有了，没有了，没有喽。哟，你看多少多少岁数？有73，有84的啊。嗯，我不让你们说，我没问你们俩。啊，多大？哎，18。哎呦呵。3岁，哎呀，你等我尿你一身一会儿啊！啊，嗯，三岁没有了，没有了，40多都没有了吗？去你的吧！你刚不是说的吗？40，他说我40多了，嗯，40多都没有了，列位，真的，我都39了。哎，这还，那就还没到呢，那个，啊，还没，不这么说啊？对呀，不这么说，但是我很羡慕你，羡慕我什么呀？真说良心话啊，嗯，你看人家这个生活状态，嗯，就看整个人这个气质啊，我这个，你准比我活得长远，真是。是吗？真的啊！你不信，咱俩打个赌，怎么样？到时候你追悼会的时候，你看我怎么跟你道歉的。哎，谁先死啊？合着是，肯定是你啊！那错不了。那还状态好什么好啊？就是我这个，我现在说你，你都没死，这个状态很好。哎呀，我这气性也太大了，啊，我这。好好说相声，这么多人喜欢咱啊！咱俩真死了，门口这几个卖花的怎么办？是吧？哎呀，咱有个念想，我们得考虑到别人的生存状态。嗯，是是是，包括中国说相声，咱们俩死了。对同行来说是个打击，那可他们不打架啊！这些年说句良心话，其实老百姓特别可爱。嗯，我说相声说了好几十年了，嗯，从来没有一个观众说郭德纲说相声说的这么差那么次，如何如何，没有。哦，就是都是同行，同行郭德纲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好。嗯，其实我也习惯了，是很正常。你这个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是啊。真的，你想这道理，嗯，你修自行车的他怎么能恨卖早点的呢？啊，这不挨着吗？是不是？对，拍电影的他能恨踢足球的吗？对吗？啊，不靠边。开歌厅的能恨于老师吗？是吧？那，啊，他恨我怎么还不走啊？这人不一样。嗯，只有同行之间有利益之争，嗯，他才会恨。但是对我来说，我说句良心话，嗯嗯，其实我没有这么小心眼儿。哦，好多人还说你是不是有迫害妄想狂啊？啊啊！老以为人家害你啊，人家没害你。我说兄弟，你不知道，嗯，害的时候也没通知你们。对，但是谁疼谁知道。哎，当事人知道啊。再一个，我心挺宽。哦，对我来说啊，老话说的，谁好谁带着。是，您趁8亿那是您的。对呀，对不对？我吃窝头那是我的事儿，我能力不够，嗯，对不对？见有钱的，见有势的，我也没有上赶着如何如何。嗯，有的时候演出，人家快来快来快来，地方上首富来了。嚯，哦！我怎么了？嗯，我首付交多少钱？哎，嗨，啊，买房子不是我们这地儿的首付最有钱，嗯，人家趁3亿。哦，我说给我吗？不给，那我凭什么跟他客气？啊，这就不客气。他，啊，说给你呢，给了我是首付了，他得跟我客气。哎嗨，那，哎，对吧？合着没有您客气的时候，谁好就是谁的。
说相声也是如此，对不对？嗯啊，您大马金刀是您的事儿，是我能耐不济，我自个儿忍着就得了，长能耐去，就是谁好谁带着、嗯。我们同行不这么想，他们呢？他老憋着把我弄死。嚯、哦，其实他们也糊涂啊、嗯！我死了你也卖不出票去。实话，真的两回事儿，不是说我去世了你就相声艺术家了，你还是不会啊。嗯、对吧？老憋着我死，我真死了，这个行业就够呛了。也没办法，有的时候同行之间一探讨起来也挺可乐。是啊，你跟他说艺术吧，他跟你讲道德。哟，你跟他讲道德，他跟你说品位。嗯，你跟他说品位呢，他跟你说文化。嗯，你跟他说文化呢，他跟你说孔子。嚯，你跟他说孔子呢，他跟你说老子。嗯、你跟他说老子呢，他跟你装孙子。嘿哈。净在这辈儿上绕了啊！好好练功，好好说相声，对得起买票的人，比什么都强。实话，是不是啊？嗯，从小都练功，很枯燥。列位，对，练功有什么好玩的呀？嗯，早上起五六点钟起来，站那叨叨叨叨叨叨，一遍一遍的背，是最没意思，就这个。但是必须要有这一点，哎，得背。小的时候我们净是这个，一天到晚嘴里不闲着，嗯，包括大段的贯口了，包括小段的绕口令了、嗯、嘴里边老得叨叨着，都得有词儿。花200钱买一小猪，滋滋、嗯、喝水，胳膊胳膊吃豆，接着墙头扔出去，滋儿的一声，您猜怎么着？怎么着？死了。哎，嗯，这就是基本功、啊。其实他也能管什么呀？啊，关键是顺嘴练的、就是，天天这出，嗯、唇齿喉舌牙这几个位置一定要调理顺当。没错，现在也说。说什么呀？不过再不说这200钱买小猪了，改了。你看，调理一下嘛。嗯，花200钱买一火箭，嚯，滋滋冒火，咕噜咕噜冒烟。嗯，顺着朝鲜扔出去子儿一声，你猜怎么着？嗯，掉了。哎、200块钱买的，没法不掉下来。要不掉下来，应该是叮当、哎、二踢脚啊！啊，这叫什么实心的理念？哎，对，说相声60%的传统技巧，嗯，40%的实心理念、哎，再加上个人的天赋和你的努力，嗯，揉在一起、嗯，你才能说好相声，跟上时代。好多人看清楚我们这，哎呀，你们这没什么，有嘴就能说、嗯，是有嘴就能说，但是说好不容易。对，说良心话，就跟郭麒麟似的，嗯，郭麒麟问我，你看我打算干点什么好？那会儿还上学呢，嗯，我说你说呢？他说我想了想，我想当个厨师。哦，厨子。我说什么好处？想吃什么炒什么。嗨，我说哪家饭店老板疯了心了，请你啊？嗯，这厨子跟后边想吃什么弄什么，不是你吃，是给人家做。哦，那算了。嗨，想错了啊！后来有段时间，我们街坊有一钢琴家，老劝让孩子练钢琴，他那手指的长，郭麒麟手指的长。哦，啊，我说愿意吗？愿意，带他出去看钢琴去了。嗯，10万、20万、40万、50万都看完了。嗯，我给他买个哨回来。哎，哨。吹的那哨啊！我儿子带着钢琴走学累，你来这个一出胡同一叫上这个狗都跟着你走，知道吗？哎，好嘛，省事。后来就学了相声，嗯，倒不是说舍不得钱，关键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知道。嗯，您记住了，望子成龙的家长几乎都不是龙。嗯啊，我自己儿子我知道，我希望他有一手艺就是了。嗯啊，你不能说攥着仨文凭跟家里待着挨饿，这个咱犯不上。是，有人说了，说相声都没文化，没有文凭，列位。我们拼的是文化，不是拼的文凭。文凭在人生中是火车票，这怎么讲呢？火车开了，呼，一帮人上火车了啊！文凭是火车票，嗯，北大的、清华的，好比就是软卧呀、哦、一等座，哦啊，什么专科、本科呢？那就是什么硬卧、软卧呗、哦，是吧？民办的呢，就是站票，哦，成教呢，成教就是厕所忍着，哎呵，哪儿都有人。火车到站了，下车找工作去。是，人家招工的老板，人家关心你得了能力会干什么。嗯，人家没问你是坐什么座来的。但好多家长都糊涂，我儿子有10个文凭，跟家待业，我踏实，这是自私。你没为孩子着想，为的是你着想啊。吹去。他为了跟街坊说话，我们孩子10个文凭。嗯，现在干嘛了？跟屋饿着呢。哎嗨。但这个短期内10年20年，老百姓这脑子转不过来。嗯，谁转着前面，谁家孩子反正能。活得舒服一点，哎，他的得意、啊，这个没有办法，咱们得多看书，咱得开通一下。尤其艺人拼到最后，说句良心话，嗯，拼的就是文化，对，其他的东西都是肤浅的，嗯，过去之后拼的是文化底蕴，没错，而且相声不是一成不变的呀，啊，也变通。有人说了，传统相声死了，不能再说了，它脱离时代，嗯，我说你证据在哪儿？我听谁谁谁那个录音呐、啊，现在一点都不挨着。我说你听的是1947年的录音，嗯，在当时它是时尚的。
你今天拿当时录音来比较，说明你落伍了，对不对啊？相声并无罪，罪就罪在说相声人身上了。对，好多节目其实现在依然能拿出来使，拿出来照样说呀，对不对？你包括有一个节目，嗯，得调不调不行了，怎么就是说相声？你可能不会，反正、啊、说相声、哎、是人就会，是人就会啊。那我不是人是怎么着？这叫怎么说话？你说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啊，说那个碰你蛤蟆啊，蛤蟆叫的不是厉害，咕噜呱咕噜呱，为什么蛤蟆叫的这么大声音呢？啊，就这个啊，这你会吗？这咱们传统的节目叫蛤蟆鼓，蛤蟆鼓跟铃铛谱是一个作品，哎，前半拉、哎、是前半拉啊，嗯、蛤蟆，为什么？怎么您为什么您不会合着？我怎么我就跟你探讨吗？探讨这有什么？这有什么可探讨的？您就告诉我蛤蟆为什么能叫这么大声音？因为嘴大脖子粗肚子大，所以叫唤声就大。一点都不讲理。怎么了？现在说出来这句叫不讲理。怎么不讲理了？嘴大。对啊，那口大。对啊，脖子还憨、啊、叫出来声就大。是啊，我们家那抽水马桶那口小吗？不小吧？看谁做。你可这你们家的抽水马桶，你们家不用这，你们家蹲菜地呢。哎呀，马桶怎么不叫唤、啊、废话，马桶有叫唤的吗？啊，马桶，对啊，马桶它里边有水啊。听着像人话吗？有水就不响，有水它就不叫唤，不但不叫唤，连响都不响啊。不响。对了，水壶，铝壶装上水坐炉子上，呜，响不响？水壶 那水它是包起来的，你知道吗？水给它包起来，那它就响。水包起来就响、啊、对了，膀胱，对吧？咱讲理，怎么找的你这？对吗？碎泡是吧？碎泡，俗名，你对吧？艺名膀胱，你想吗？你来，你想，你看想吗？我想吗？一句话就问住了。废话，没听。膀胱肉的呀，肉的它就不想啊。哦，肉的，对、啊哦、小笼包，小笼包响，小笼包带汁的，一咬刺一声啊，要喷在对过脸上，对过还出事呢。哎呦，哎呵，两响，跟朝鲜那二踢脚似的。没听说过啊，小笼包那叫响，小笼包响，那它有馅儿，哦，有馅儿就能响，有馅儿就响。对呀、啊，豆沙包响吗？豆沙的，豆沙里边是豆子呀。哦，豆子是豆子就不响、啊、豆子不响。对，来口的豆子到地上，哇，响不响？那不是你得拿口袋吗？有口袋就响。哦，来口袋棉花到地下响吗？白的不响。哎，人家这边讲理啊。那可不是吗？棉花白的，白的不响。不响。冻豆腐扔铁锅盖上怎么找的？这是当然当然的。废话，冻铁锅盖。对啊，啊，对，铁的呀，它就响啊，铁的响。对呀、啊，哦，配电柜响吗？配电柜里边它不是得有电线吗？哦，它有电线就不响。电吉他，有线。您这不是抬杠吗？抬杠，抬杠比打翻挣得多。不是您这说话好好说，咱说事儿，咱别谁跟你说，你才瞪眼了，不是瞪眼不瞪眼，这你有病啊！不是你有药啊？你有病啊？你有药啊？你吃多少？你给多少？你吃多少有多少？你有多少我吃多少？有你未必敢吃。什么药啊？胶囊。哎，不吃。这玩意儿它全能想起来，你就 要不来只皮鞋尝尝？算了吧，算了吧，对吧？咱这得讲理、嗯、啊！光抬杠不管用，啊、这还讲理呢？对对，没事多看书啊，知道吗？我现在没事，我净看书来着。你那当然，古今中外，不管中国书、外国书，全看。嚯，你看看博览群书，那不敢这么说，努力呗。嘿，对吗？中国这些字从甲骨文引申开始，啊、大篆、小篆、嗯、啊，什么叫真书、隶书、草书？嗯，对吗？咱都得瞧，中国字讲理，外国字论情。哎，您这个总结的是什么意思？中国字是最讲理的了。啊，劳动中来，每一个字都有它的含义。哦，举一个字啊，嗯、这个字念门栓的栓，一个大门的门里边横一根棍儿。这字念栓。对呀、啊，门栓的是对。怎么讲理？一个大门搁上一根棍儿，把门栓住了。
哦，这叫门栓的栓，象形字，一个大门里边一个耳朵的耳，这字念闻，嗯，听见的意思，对，讲理，一个大门里边一个人，嗯，这字念闪，是啊，门口有一人一闪，哦，闪开了，哎，一个大门的门里边站个于谦，这是，这字念抓阄的阄，哎，你才是那龟呢，你。这我差点又给绕进去，你这是长寿的意思。别捡好听的说了，长寿的意思。嗯，中国字，外国字我也没少看。外国，哎，各种外国话，我差一点我就懂了。哎，还是没懂啊呢？不是懂不懂？全懂不可能。皮毛，嗯、英国话懂点。哎，韩国话，我、哦、韩语也懂。哎，日本话，啊，离咱们很近。哎，嗯，华国话，哎，不是什么的呢？华国话。不是人话，不是这那个华国话，华国华国话，还华国话？你先把话说清楚了。再来一遍，再来什么什么？法国话，法国话，法国话，法话话话话。哎，你再来一遍，再来。我来一遍管什么？我是你会成功的，来。哎，好，合着是我说错了，法国话。好，成功。哎，这。我别学了，我学会你着急啊！我着急，我研究了一下啊，各国语言确实很有特点，是语法不一样，语境不一样，语气不一样。嗯、你比如说英语，英语怎么？英语语法很硬，是吗？英国是一个很绅士的国家啊，对，人们也很古板，嗯、所以他的语气、他的表情和他的语言呢，他不一样，很僵直。哎，对对对，举个例子啊，怎么举？有一个字啊，嗯，就咱们说不行，这件不行，人英国就 no 啊，就是不行，叫不行 no。No， 你看，比如说你要站在一个英国人的角度来说这话，嗯，情绪不一样。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就好比说吧，嗯，好比说咱俩人怎么了？好吧，你就是英国的王子。哟，好吗？我王子，你是英国的菲利普王子。我做冰箱的，合着是？不是那个，你们对不？那个，那叫什么？那个菲利凤，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就是。啊，那个戴安娜，那个查尔斯王子啊，对对对，戴安娜没死的那个爷们儿，那个什么话？您这不是，这还学英国人呢？您这戴安娜不是跟那个跟他那棒尖不怼死了吗？是吧？哪儿啊？啊，哪儿？您说的都下三滥的事儿，您这咱们正在探讨王室的事儿，你别对呀、啊，你就说、就是、查尔斯王子，就是查尔斯王子，就是他没死，对、啊，他的英名叫差一点死是吧？哎，这嗨。查尔斯但是没死，哎，就是没死。你就是好比说，你现在就是王子，我就是查尔斯，哎，你就是查尔斯，嗯、我呢就是这个，我是伊丽莎白的老伴儿，好吧？您先等会儿吧，我这不是王子，我是儿子，查尔斯儿子，没听说过，还占便宜，都上英国了，一点意思都没有啊？怎么了？一点到哪儿我都揪心，担心你好没有吃没吃饭呢？喝水没有啊？过马路有没有车？我老揪心。你甭揪心了，你甭揪心，我倒想揪回心呢。嗯，行，那就你就是王子了。我王子可以。我现在等于我什么职务都没有啊，因为我把江山呢托付给我太太，知道吗？哎，还是这位啊？我是我不是吧？不，肯定不是。我现在等于退位了。哎，好，好吗？您就爱是谁是谁。我就好比我是王宫里的厨子了，行吧？厨子了，哎，我厨子、哦，好吧？我是厨子，我是小姐，皇宫，哎，啊，好吧，就是我跟您汇报工作吧，啊、哦，好吧，嗯，汇报工作，给王子安排早饭什么的，好好好，王子这是刚起，哦，刚起，刚起，我这赶紧进来伺候您呢，嗯嗯嗯，把这个门打开了，嗯、把帘打开，是，把炉子封上，把您那住哪儿了？这是，查尔斯王子还捅炉子呢。对，我不懂，没在皇宫待过。你再让王子中了煤气，你知道吗？所以进来先开门嘛。好嘛，放放煤气，开门通通风，把窗户打开了，啊、是吧？给被窝给您撩开了。我再冻着。我、哎、这有暖气，有暖气片。哦，外边烧着那个土暖气，有。还得土暖气。王子跟那躺着呢。啊，我给您周起来。嗯，穿上裤衩给您穿。哎呦，光着呢。裸睡吗？哎嗨，那我用你干嘛？我这生活不能自理了，这是。身份有身份啊，王子跟这正光着呢，正光着呢。这什么身份？穿上跨栏背心。好家伙，穿上裤衩，我这要上鸟市，我这。穿上秋裤。哎，好，哎，一点一点来。穿袜子，把秋裤塞到袜子里边。还是病人呢，我
一点都不能干自个儿。暖和，暖和，穿着一只好不好？啊、是是是，穿着啊，扶您起来。啊，扶我起来，扶您起来，是扶着床边，先给擦擦嘴啊，擦擦脸啊，哎，半身不遂了，我这没汇报身份，你怎么一点不像王子样的？我这不是能像王子样吗？说这个意思啊，啊，就是关键看您最后说弄。哦，就有这句。哎，对了，哎，你前面都铺垫，好好好，都是铺垫。啊、我是那厨师啊，哎，您解师傅啊，嗯嗯嗯，解释。哎，我王子伺候王子，好，哎，嗯。尊敬的王八殿下，王八殿下，不是你这玩意儿，王什么？王子，王子，王子殿下。哎，天不早了，不插门、该出去奔奔去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嗯，就是、这胡同串子来了，这是。您早饭都给您预备差不多了。哎啊，有豆汁焦圈啊，有猪大肠刺身。嚯啊！待会儿您还要视察北京德云社三里屯小剧场。哎呦啊！另外报告王子一个喜讯，怎么着？王妃已经成功的加入了天上人间。我的妈呀！王子表态，我表，王子表态，我还表态。嗯，哦我哦，嗯啊 ，no， 王子那意思他自己去，没听说过，上那儿干嘛去？你看，就这最后这一下啊啊，看出来了，你这血统很纯正。啊，血统很纯正，有皇家的这个意思，口语很纯正，哎，很好，绝对看着皇家风范，哎 ，no， 这都没少吃皇家狗粮，这都是，哎，这好嘛，是吧？哎，我吃那玩意儿长起来，状态就不一样，嗯，你要到韩国就不一样了，韩国怎么样？韩国说这 no 不要，停止，不说 no， 那说那阿尼，叫啊阿尼阿尼，哎，或者西了，哦，西了，这都是不的意思，阿尼，哎，阿尼阿尼会说吧？阿尼可以，你现在就是一韩国的王子。韩国也有王子，哎，对对，韩国王子殿下朴义生先生，我这一辈子合着没闲着，你，我是您的翻译，这还用翻译呢？我原来是伺候老皇上的，哦、哎呀，老皇上叫朴仁勇，哎，我们爷俩都一个爱好，你叫朴义生。嗯，好吗？就行啊！今天王子殿下光临北京德云社吧？怎么全上德云社来？别处我也不认识啊！哎，对，就德云社，就是。然后你给大伙儿讲话、看看王子这个状态。我讲，哎，对对，到最后韩国话，我是翻译啊。就我不是不是那个意思，就感觉出您皇家那个气氛就可以啊，就有那韩国哎就可以那个意思啊。好，大家安静。尊敬的王子殿下，朴义生先生。别提这名字了，行吗？咱们今天终于从首尔来到了北京天桥地区。嗯，啊，请王子殿下训话。讲过了不讲过了呢？完了。哦，王子说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北京。啊，他今天看了德云社的五个小剧场，其中包括天桥、三里屯、张一元。以及大石烂啊，还有湖广会馆，他认为演员表演非常的精彩，个别的年轻演员的技巧有待提高。他是这么说的：德云社是真真正正的弘扬民族文化，振兴相声艺术。在此，他代表韩氏啊所有的皇室成员向大家表示感谢，也祝今天在座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阖家欢乐，万事如意。我们请殿下继续训话。我后边还说什么呀？我说那么多了吗？刚才，噔噔噔噔噔嘣，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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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喊你个不听，喊们那个这个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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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喊们等着看，他妈的，他们。他们的天天东门的看看看看看我的看殿下说谢谢完了我白费劲了可是这韩国话真好学我这语言太啰嗦了吧！我这好，那么最后啊，尊敬的韩国殿下朴义生先生，哎，要自杀啊，请大家上演来。哎，这个安妮，这句听懂了啊？哎，对，这个我看您对韩语不是特别熟悉
哎，这我这就够不错的，得亏有我这个翻译啊。您呐，嗯，其实日语也有不，日语也有这个。经常看日本爱情动作片的朋友们，哎，日语也有不，不要，有这意思。嗯，他说什么？叫ヤマデ。怎么着？ヤマデ。哦，ヤマデ。哎，对对对对对。哦，我们学习一下吧，好吧？哦，好啊，好啊，好不好？嗯，现在我们的身份转换了。怎么个意思？您不是日本的什么皇太子了？哦，那我是。您是，咱俩人身份现在咱俩是一对恋人。哦，你是日本电影界的一个著名女演员。我叫 你叫苍井玛利亚。我一人盯俩呀。我是一个日本的乡村小正太。什么名字这是？这人太不好找了，乡村小正太。嗯，在城乡结合部发展这么一个企业家。好家伙，夜深人静咱们两个人来洗温泉。哦，好不好？可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找合适的机会把那句不要说出来。哦，你准行。我对我自己也有信心。来吗？可以啊。好啊，来。这个你要干嘛？你要干嘛？我热。你热就记着扣吧。啊，好，嗯，开始了啊。日本著名的温泉。哦，洗温泉。哎，叫德云大澡堂，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哎，夜深人静，哦，晚上咱们两个人来了。哦啊，这个新买的保时捷，嘿，好车啊，也不敢开得太快。哦啊，太快了怕生命有危险。是，哎，到这儿先把保时捷呢先放在边上。哎啊，我把右脚的保时捷也拿下来，左脚的我也摘下来。皮鞋呀是怎么？拖鞋上面画着保时捷的标。嗨，不怎么样。哎，没了。好，花姑娘，什么味儿？这是日本话吗？哟西，哦哦，哎，很高兴，是我们两个人得洗澡得干活。啊，这倒是听明白了。啊，这个我有三个女朋友，嗯，一个普通的，一个文艺的，一个你这样子的。哎，这是什么味儿？这是，这个洗澡吧？啊，洗澡得干活。哎，来脱吧。哎，那。也没的也没什么乱七八糟，我说咱别胡来成不成？这是你准有日本血统，你才有呢啊！我看你眼睛里有那个回家的感觉。没听说过。嗯，这学点皮毛啊，这还皮毛呢？学点皮毛，因为对这个我们不是特别了解，是吗？但你要说看看书啊，中国的古典名著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哎，咱们说点中国是不是？嗯，咱们有四大文学名著。哦，三国、水浒、红楼梦、推游记。哎，推游记叫什么？推游记像话吗？叫什么？西游记。我刚才说什么了？您说推游啊。我的天哪，我都想了些什么？谁知道你都想了些什么？哎，行，西游记、三国演义、嗯、水浒传、红楼梦。哎，藏秘西游。哎，藏秘西游有吗？藏秘牌友，藏秘牌友，嗯，你说的这不是，哎，这叫名著，不是我那个，那不是您那个，哦，就叫《西游记》。好吧，好吧，好吧，嗯，《西游记》啊，四本书都看过吧？都看过呀，《红楼梦》我没看过，是吗？那会儿看着说，嫂子老拦着我，我媳妇儿，他媳妇儿拦着，呀妈的，哎哎，这还没听说过，我还纳闷，我怎么嫂子怎么不是？他是我一直在想，啊，这个书写男人写女人的书好不了，不好看，嗯，但是我也在写。根据我们工作单位的经历，嗯，我写了本《青楼梦》啊。哎，《青楼梦》，到时候咱别胡说八道，成不成？所以到现在我没看《红楼梦》，就不让你看了。但是那三本我都熟，哦，都看过《三国演义》。嗯，刘备、关羽、张飞拯救天下苍生，乌牛伯马祭地天，一个地头磕好了。嗯，哥几个要打仗啊，拜把子。哎，但是不是说一起来咱们哥仨就成了一个蜀国？不是，哪那么快？那是后来的事儿。是，刚开始一磕头站起来，哥仨也商量。嗯，刘备、关羽、张飞，嗯，咱们仨得成立个社团呐，是吧？嗯，成立一社团，叫什么呢？嗯，我叫易德，你叫玄德，嗯，他叫云长，咱们摘俩德字，摘云字儿。哦，咱们叫德云社。哎，这好，打那时候就有德云社。今天准备纪念德云社建设好几千年。哎，嚯，没听说。还有个军师诸葛亮。啊，诸葛亮，哎呀，神仙一般。
哎，啊，虽然说是个文官，但是打仗的时候冲锋陷阵，赶在头里边，足智多谋，坐了四轮车，对，羽扇轻摇，哎，四轮车风驰电掣，唰，冲在最前边，士兵们都跟着上，一战告捷，真好。军师回来也不开心，是吗？这刹车有人管没人管？哎，没修过。停不住才冲出去的是吗？太危险了！好家伙，实际上没打算这么干。嗯，三国啊，嗯，这个《水浒》大家也都熟悉，《水浒》《水浒传》啊，才子书，尤其是舒胆两个人物，嗯，男女主人公，嗯，潘金莲呐，跟这个西门大官人，这是《水浒传》的俩人物啊。我看通篇都是这两个人。您看的那叫《金瓶梅》，知道吗？没，不是《水浒传》，我又看错了。可不是看错了吗？水浒我也看过，一百零八将嘛，这就对了。但是潘金莲和西门庆这段爱情故事不得不提啊，那是有一笔。没有他就没有武松，也没有后面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是是是啊，这两个人，潘金莲跟武大郎，嗯，是大学的两个同学啊，大学两个大学生嘛，哪儿有大学生？不是一个学校，但是俩大学生。哪儿写的有俩大学生？你看这个南方是武大的，什么武大？你看看，都喊武大。是不是喊的武大？是喊武大，武汉大学的。没听说武大，武汉大学是武大的。对了，那武大的是武大郎，那么个武大，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潘金莲也是大学生，啊，波大的啊，没听说过。不是您按身材领大学是怎么？宁波大学的，哪儿有？没有。两个人一块过日子挺好。嗯，后来西门大官人觉得更好，哦，就把这墙角给挖过来了，挖墙角了。后来才出了这么多事儿。但实际上就是中西方文化差异问题。这是怎么？如果换一个位置的话，这俩人不会万古的唾骂，是吗？你看，比如说给这俩人换个地儿，换哪儿啊？换到泰坦尼克号上，这就好了，就没事儿。怎么见得？泰坦尼克号跟这故事一样啊，是吗？对吧？那女的叫肉丝儿，对不对？肉丝儿，肉丝。男的是捷克大官人啊，捷克大官人啊，人家肉丝儿有本家啊。啊，什么词儿这是？有男朋友啊？这杰克就不讲究了。是，老话说得好，人家这个有主的干粮不能碰。哪儿的老话啊？他愣给人呛过来了。嗯，到最后遭报应，这船沉了。哦，这船沉了是报应。你看，当然死之前杰克也很难过。哦，杰克大官人啊，嗯嗯嗯，肉丝儿你跑吧。啊，你走吧，你逃到中国去。哎呦，最好嫁到四川。干嘛？嫁给一个叫鱼香的人。鱼香肉丝啊，这是。但是我们那儿可没有肉丝，只有胡萝卜丝。哎，对，那就是死了，嗯，啊，你就会好的啊。嗯，但是难道说这是老天惩罚我，上帝惩罚我吗？啊，上帝啊，我是不应该撬人墙角。是，但是这一船的人受我的连累啊。哎呀，上帝也说话了。嗯，凑一船人容易吗？哎，好嘛，啊，这一船没好东西合着啊。后来不就沉了吗？是不是？这么回事。中西方文化差异问题啊，故事一样。啊，但是说大伙儿都喜欢看的，就是《西游记》。哎，那好，《西游记》我从头到尾研究过，嗯，各式各样的人，不管是神仙还是凡人，都挺值得一说。啊，那您说说，有一个大骗子，谁呀？玉皇大帝，我头回听说啊。你看，玉皇大帝是大骗子。玉皇大帝不是玉皇大帝，他只是玉皇大帝。我，您这不是人话了，知道吗？怎么叫不是？只是，你看，人家告诉你了，我不是玉皇大帝。那他是谁？我是玉皇的大弟弟。玉皇的大弟弟，哎，玉皇俩弟弟，一大弟弟一小弟弟，你给分析一下。我分析不了您这玩意儿，这怎么叫大弟弟？他是只是玉皇的弟弟，而且说大弟弟。哦，哎，所以是个骗子。哦哦，哎，他就不是孙悟空。孙悟空彻头彻尾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孙悟空还是很单纯的人？太单纯了。哪篇章写的？说明他确实是个猴。没有人的这种，你看呀，看守蟠桃园，嗯，都是各种蟠桃，他跟这儿待着，是来七个仙女摘桃子呀，挎着篮子摘桃，是他这一喊定，嗯，这七个仙女全定住了，不动了。孙悟空竟然去摘桃去了，猴就是猴啊！要是换你呢，我得拿个篮子。哎，你看这事儿又悬，多危险是吧？哎，对，拿着篮子去，那当然了。哦，所以说他单纯啊，就猴就是猴。哎，嗯，当然还有如来佛，如来佛又怎么了？《西游记》里边手最脏的人，怎么脏？他那手上有孙悟空的尿。哦，在五指山撒尿。所以如来从来不跟别人握手。哦，一见面都这样，有尿。哎，这是这话，
是说的有尿吗？有尿。哎、哦、还有最善良的人就是观音菩萨。那倒是有求必应，没错，无论你说什么事他都答应。怎么叫答应？有一个手势叫欧拉。哎嗨，哦，这是欧欧了，欧了。哦，哎，还得服的东北人。嗯，沈阳那边过来的。哎、对，欧了。啊，整个这个《西游记》里边，其实最不容易是唐僧。怎么了？本来是个神仙，金蝉子嘛。对呀、啊。结果后来改了凡人了，转世投胎啊，还得西天取经。是，这趟不容易啊，九九八十一难，净妖精惦着他呢。对，吃一口长生不老。哎，妖精不惦着，妖精媳妇也惦着，都惦记。你看看这。有一个黄袍怪有印象吗？哎，知道黄袍怪的媳妇儿是凡人啊。嗯啊，这宝象国的公主嘛，是得病了非得吃唐僧肉。哎啊，妖精来逮了没逮着。嗯，孙悟空拔根毛变了七个唐僧。哦，妖精弄回去了。哦，太太把这七个吃了病就好了。呵，公主纳闷儿、嗯、吃一个就好怎么七个呀？对呀、啊、七个一疗程。哎，没听说了，唐僧也按疗程吃啊。另外啊，另外从这个《西游记》里边也感受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您又怎么想的？有这么一个人叫铁扇公主，你知道吧？啊，知道。她待在什么地儿？待在什么地儿？你看火焰山。对呀、啊、火焰山哪儿来的？嗯，孙悟空出八卦炉的时候，八卦炉底下掉一块砖来，耐火砖，这块砖烧着通红，掉到地上成为了火焰山。对了，老百姓民不聊生，得去求这公主。嗯，铁扇公主吐出一芭蕉叶、嗯、扇几下，三年就不着火了，没火了，种菜种粮食能活命。嗯，得给钱，得给上供。是啊，你想这个砖是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底下出来的。对，芭蕉叶这扇子是太上老君撅起来送给铁扇公主的。是，他为什么这么安排？您接着分析分析。你看看，嗯，你太单纯了。我也摘桃去了。哎，那砖也是太上老君给的，是对吧？啊，那扇子也是太上老君给的。对对对，他对铁扇公主实在是太好了。哦，那个牛魔王为什么常年不回家住？对吧？他在外边有丹有洞府。对呀、啊，跟一狐狸精，对不对？对呀、啊，对呀、啊。嗯、啊，还有一个，这红孩是他们俩的孩子。嗯、对，红孩会三昧真火呀。是，可是他爸爸牛魔王不会。哎嘿嘿啊啊！接着说，接着说，不能再说，再说就奔《金瓶梅》那儿发展了。嗨、哎，不是，那您得说清楚了。反正这个事儿值得一提。啊、哦，有怀疑的地方，有怀疑地方。红孩、嗯、红孩、嗯、因为铁扇公主小名叫小红，叫小红。哎，还有个外国名字叫 Rose。哎，好。太上老君得道之前叫 Jack。啊、哦，叫杰克，哎，啊、哦，所以说，要是把铁扇公主跟太上老君搁在泰坦尼克号上，哦，我估计是伟大的爱情。哎，好，他们俩倒伟大爱情、嗯。当然了、嗯，整部书还是以取经作为了最后的目的，这是主线。到最后取经回来，唐王李世民很开心呢。嗯嗯，啊，在法华寺高搭法台，嗯，文武群臣跟底下坐着，是李世民正当中、嗯，请唐三藏上台给大伙念念这经，讲经。师徒四个人站好了，是唐僧念，嗯，哎。头一天来到鬼门鬼门关，鬼门鬼门关，来到鬼门，哎，哭儿连连哎，哭喽喂，这正念着呢。啊，李世民过去，啪，给袋儿贴子，给嘴巴。我说实话啊，这些年年年拿着我工资，你们上雷音寺了吗？啊，你们是不是上德云社倒腾票去了？嗨，啊，哦，上德云社听相声去了。赶紧赶紧喊武将，给这四个人全杀了。哦，宰了，唐僧都吓坏了。是啊，这时候猪八戒站起来说了句话，大伙儿都乐了。他说什么？亚麻地，这你